那有第十批采购的 Moderna 的疫苗115.038万剂，到今天下午会抵台。那效期是2022年1月24号。那这批疫苗到货之后总计是609万。那这一批总共来了之后，我们采购的疫苗，采购的 Moderna 疫苗算是全数的到货，已经全数的到货。